上一集我们讲到，老师在菩提伽耶证得圆满之后，安住在冥想中很多天，后来他还是决定要给大家讲法。经过观察，他决定先向原来的五个同伴讲法，他们当时在波罗奈。大家好，我是你好阿涵，修习正念冥想17年，只跟您说不忽悠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何以解忧唯有阿涵。在去波罗奈的路上，他们遇到一个沙门，这个沙门觉得老师气质特别安详轻松愉悦，就问您的师父是谁呀，您的传承是什么？老师回答，我没有师父，我是自己悟道的。这位沙门摇摇头，怀疑地看到这位孤零零的年轻人，说了句是吗，就离开了。可人一般人眼里要合法同言，队伍浩浩荡荡，这才是身份和权威的象征。老师到了波罗奈鹿野苑后，这五位同伴对老师放弃苦行这事还耿耿于怀，他们约好都不再理他。但是老师走到他们面前后，他们却不约而同地被他安详的气质感动，都非常恭敬地给他端茶送水。老师知道他们还是认为坚持苦行才是解脱的方法，所以刚开始并没有讲四谛，而是跟他们讲中道，不犯意犯众，也不行苦行。苦行虽然虔诚，但除了折磨身心，实际上没什么作用，这两个极端都是错误的。只有通过八个正道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这才是正确的道路。这之后又跟他们讲了苦集灭道四谛。这里的苦是什么意思呢？苦并不是大家通常理解的痛苦，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并不痛苦呀。你看每天吃得饱穿得暖，天天刷视频发朋友圈说人生是苦，瞎说嘛。这里的苦在巴利语中是指不断败坏的意思，生活中会充满不如意的事情。俗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老师说的苦指的是这个。比如 KPI 压力大，房价太高，孩子教育，身心的各种压力，没给一键三连，早上醒来精力还算充沛，一会儿肚子会饿，要把肚子填饱，填饱之后吃多了又撑了，到了中午和晚上又会疲惫，还需要休息吃喝拉撒睡，种种保养。我们只要活着一天，没有一天能避免这些事情，又有谁能避免老病死呢？这就是老师说的苦。苦的根源是什么？这就是集。集是什么？是贪爱，当然也有因贪爱而生的愤怒和愚痴。比如孩子的教育问题，自家的孩子我们会操心，隔壁村王大娘的孩子学习不好我们还操心吗？自己肚子饿会想着照顾好，别人几天没饭吃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当然老师并不否认生活中存在快乐，他也倡导居士们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得到财富，安居乐业，家庭和睦，也倡导大家通过冥想得到安乐。但如果我们执着于这些，他会提醒我们这些安乐也是无常的，也是会变异的。老师强调理性，强调主观能动性，如果能正确理解他的话，那你的生活应该是有活力的，轻松积极乐观的，而不是软趴趴的，或者一个劲追逐欲望刺激。那这里的灭指的是什么呢？很多人也知道是指涅槃，那涅槃又是什么呢？涅槃就是指苦的止息，就像一支蜡烛在燃烧，涅槃就是把火吹灭了。火就代表无常，代表苦。大家可以看出来老师讲的内容是清晰朴素的，并没有弯弯绕的东西，其实就是这样了。但后来有很多人又错解了，他们开始研究，你说火灭之后蜡烛还在没在，还人不人再烧起来，火去哪儿了，类似于问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。老师在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归入不回答的问题，老师一向的答复是，你别管蜡烛在没在，火去哪里了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离苦。老师入灭之后，不同派别的人就开始因为这些问题吵起来，之后衍生的内容越来越庞大繁杂，越来越宗教化哲学化，可能你学了一辈子都把握不住重点。现在人也经常讲，你别去弄这些不靠谱的东西了，挣钱要紧呀，这话虽然糙但也实际。你去管蜡烛在没在，你又把火点着了，火都灭了，蜡烛在没在关你屁事啊！这就是灭。那道呢？道就是八正道。
四弟在老师之前从来没有人讲过，老师那五位同伴都认真思维这些是不是真相，如果能真正觉察到这些就是事实，产生决断，日常中保持觉知，亲自去证得，就能产生智慧，从烦恼中解脱出来。这时五位同伴中的焦成儒就开悟了，开悟也就是得法眼镜，证得了出果。很多人会觉得奇怪，这有什么的呀，这些内容我都会背呀，太基础了，为什么他就开悟了呢？开悟不应该像电光火石那样吗？还有人认为这个时代不可能证果了。其实老师所讲的内容核心就是四谛八正道缘起，而很多人的问题在于并没有正确理解这些内容，把这些核心只是当成知识点，也不知道日常中如何应用，反而去找像奥义书那些玄之又玄的东西，以为那些是宝贝。之后老师跟焦成儒去乞食，得到食物之后分享给这四位还没有觉悟的比丘，老师让他们专心冥想和体会，后来五位全都证得了出果。之后老师又跟他们讲了无蕴无我的道理，讲完之后这五位全部证得了阿罗汉果。这五位比丘分别是阿耨焦成儒、马胜、拔提、斯利迦舍、摩诃南居利。经过鹿野苑的第一次讲法，老师就建立了僧团，也有了三宝，佛、法、僧都有了。当时他们称出家修行的人为比丘，这是梵语乞食的意思，如果按巴利语就是比库。后来老师又跟一位叫耶舍的商人讲法，耶舍和五十多位朋友一起出家，这些人经过老师的引导都证得了阿罗汉，而耶舍的父母和妻子就成为居士弟子，于是就产生了另外一个分支在家居士，他们成为支持僧团的生活来源，这样就有了六十位弟子。老师就派遣他们各自去传法，还要求不能两个人结伴而行。老师自己来到摩揭陀国，他遇到了一个当地很有名的宗派领袖，他们是拜火教的优罗平罗迦舍，他有两个弟弟，三兄弟合称为三迦舍，大家都熟悉的摩诃迦舍不是他们三位。迦舍这个名字在古印度很常见，优罗平罗迦舍原来自以为已经是阿罗汉了，很傲慢，但老师制服了父亲一条凶猛的恶龙，用各种手段终于让他心服口服。三兄弟中优罗平罗迦舍本领最大，老大服气了，老二老三当然没话说，所以他们带了所有的弟子有一千人一起跟着老师。在度完三迦舍之后，老师的声名大振，迦舍三兄弟本来就有很多信众，当时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也支持他们，现在这位国王也成为老师的粉丝。在老师刚成为沙门的时候，国王就邀请老师跟着他混，现在老师成就了，国王更愿意帮忙了，提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竹园精舍让僧团居住，这是僧团第一次有了固定的居住场所。紧接着出场的是舍利子和目犍连，他们当时都是不可滋润毗罗离子的弟子。有一天舍利子看到马胜比丘在托钵乞食，行走非常庄严，他心想这位肯定是圣者，就问马胜比丘，请问您师父是谁，都讲了什么？马胜比丘回答说，我的师父跟我说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智慧第一不是盖的。舍利子原来就修习了很长时间，所以听了这一句当时就证得了出果。他去找目犍连，他们俩从小就是好朋友，约好要一起寻师问道。他们当然也跟毗罗离子说了，但毗罗离子只想自己当老大，所以拒绝了。舍利子、目犍连和一众师兄弟去见老师，老师远远看到他们就跟大家说，这两位就是将来的最上首弟子。然后是摩诃迦舍，他们都陆陆续续的来跟老师学习，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为老师的得力助手。他们在跟老师学习之前都有一定的影响力，领导了自己的团体，这些人才的加入对增强僧团力量有很大的帮助。经中经常提到的长随众1250人聚，现在这些人基本都到齐了。在家居士方面，布施第一的几咕噜长者是位商人富豪，经常帮助孤儿弱小，所以被称为几咕噜长者。他是焦萨罗国舍卫城的商人，经常去王舍城，在那里见到了老师，马上成为老师的粉丝。他邀请老师去舍卫城，然后就是著名的用金币铺地的故事了。他也想给老师建立一个精舍，但选来选去最满意的地点就是齐陀林，齐陀林是齐陀太子的，他就去找太子希望买下这片地，但太子又不缺钱，当然不买，就开了一个玩笑
你用黄金铺满这片园林，用多少黄金就以这个价卖给你。这位富豪说干就干，真就变卖家财，用黄金铺地。快铺完的时候，太子有点拉不住了，因为古印度一直很尊重出家人，他知道几咕噜长者买这块地是用来建立金舍，这样传出去太子的名声就不太好，就跟几咕噜长者说，这几个树就不用你铺了，算我的，我们共同入股。于是这个园林也叫奇树几咕噜园，也叫奇园金舍。老师有很多讲法都发生在这里。当然事情不可能这么顺利简单，又不是童话，当时有很多士兵为了逃脱兵役就跑来出家，后来还有罪犯盗贼一样通过出家来隐藏身份，遇到这些情况老师都制定新的规定来解决。成道数年后，老师回到自己的家乡迦毗罗卫城，因为三家社原来是拜火教的，可能营养不良，仪容仪表也差点意思。净饭王看着老师带着队伍那一个歪瓜裂枣的，父亲的爱挡不住的，心想这样子肯定不行，我得让释迦族的弟子们也加入队伍，至少看到端庄。他又动员了释迦族人也出家，于是一批帅气的释迦族青年们也都加入了僧团，包括老师堂兄提婆达多以及堂弟阿难，还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南陀，这是大爱道的儿子，还有当时的皇家理发师优波离，这些人都是重要人物。集结金藏时，阿难是多闻第一，金由他背出来，优波离是持律第一，律由他背出来，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这还不够，老师还把儿子罗侯罗也接进了僧团，成为沙弥。他派智慧第一的舍利子亲自教导他，这事儿把净饭王给整郁闷了。因为净饭王原本想让老师继承家业，结果他跑了，继而想让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南陀继承家业，结果南陀也跟着出家了。现在想让罗侯罗接班，又扑了个空。所以净饭王就向老师投诉，因为罗侯罗又制定了规定，没有经过父母同意不准出家。这时把老师养大的姨母大爱道瞿塔弥也希望出家，他和身边的一些女性向老师请求，但被老师拒绝了。经过再三请求，阿难也出面斡旋，老师才允许。这时才有了女性出家者，比丘尼僧团就建立起来了。所以女性能出家都要感谢阿难尊者。比丘尼中也出现了一大批人才，像差摩比丘尼、莲花寺比丘尼，但生活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迎接老师的将是一场腥风血雨、权力之争。预知后事，请听下回分解。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你好阿含，只跟您讲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念冥想，何以解忧唯有阿含。欢迎点赞转发关注充电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的人，会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，谢谢。